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饼姑娘，又是一日晨起鸡鸣。哎呀，我本来以为今天是周末，但是后来发现不对，今天还是要上班的，真是个悲伤的故事。上一期正好讲到那个花花公子的那个笔嘛，那这期就来看一下白金给花花公子做的这根笔吧。上面有 Playboy 的这个兔子，然后笔环上也有这个兔子。它这个笔环儿哈，它这个笔环是就是这一节表面是贴上的，可以在这儿看到一个粘合的痕迹，有一条非常难以发现的线，然后贴上之后还打磨了一下，这个也是够费劲的，但是效果并没有好到哪里去。整个这个笔呢用的是玻纤塑料，跟那个啥跟拉米2000长得就比较像的那种东西，叉拔帽是一个大胖子尖儿，非常胖，那个尖儿超级胖，还是个 18K，不过是个 F 尖儿，细子 F 尖儿。然后，并没有往上怼那啥，因为白金所有的那啥都在负一中，所有的上墨漆都在负一中，看一下吧。简短的一个小视频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这么一根笔就行了。我要不要拿一个什么玩意儿来比一下它的胖子尖到底有多胖？手边有什么笔呢？好，你吧，喜乐的14K。看，它很胖了，在这个尖尖的时代。他胖成这样已经很胖了，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苗条的，但是他这么胖，还怪可爱的。